的士铲行人路，少女磨拉面恐怕会毁容。21岁少女左边面、鼻同下颚都磨到烂晒，唔止咁，佢手脚都有磨损，即系烂成咁。送院抢救后情况严重，撞到佢嘅47岁的士司机就心口唔舒服，送院检查后冇乜事。寻日凌晨1点几，冇载客嘅佢沿黄大仙农场道西行，驶到黄谷路左转入彩虹村嗰阵，突然失控铲上行人路。右边车头撞到啱啱行过嘅少女，佢成个人飞弹2米外，的士再撞到铁栏同路牌，最后摆尾撞埋去中电变电站嘅外墙至停低，警方正调查车祸原因。